말할 필요 없어. 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. 제발 보루스 사야 타이탄 너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이제야 뭔가도 되는데. 我拦开吧，为了防止他们家入侵野区，我拦开。还是那个大钻头有感觉，直接上来。这怎么这么猛啊？这卡特琳娜，我的天哪！闪一手好了，没寻思他能这么猛啊。他打蟹呀，下去拿蟹去。这都能给放走了，我的好兄弟呀！没有大钻头，没感觉呀。
받아본적은없지抢我的野往上路走一波啊、哦、这波上路船长可以越哇操兄弟这怎么能让他给双杀了呀哎，来错地方了，这船长有点猛啊！不过我这确实没啥节奏，我这没啥思路，这蓝不要玩的，你知道不？这打野，这打野今天没思路。总结来说，一句话就是菜。要么瞎当了没事啊，往左边拉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往左边拉点。这给我定死他，让他动他都别动，就直接不让他动。好节奏。我扎你！哇，上路吸血鬼单杀，我操，吸血鬼换人了。我说他们家这奥拉夫怎么能？补兵补的这么多呀！哎，我一直在刷野，他怎么能补兵比我多这老些？他比我多20兵啊！虽然我们俩等级一样啊，但他怎么能比我多20刀呢？小龙算刀吗？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来单杀一波船长试试。
你回线上吧。别打。是奥拉夫有闪现吗？啾啾啾啾。不太行。小龙。这兰博打人太疼了，这英雄伤害就离谱，我只能用离谱两个字来形容这一个英雄的伤害。可以杀，我这是要无敌呀！我一瞅啊，我这不无敌了吗？你们可挺能送啊，我发现了。你瞅瞅这虚区，哎我操，这伤害是实在是有点高。不得不说呀，这虚区实在是有点高。凭什么这么高？没有凭什么，这就是设计师。设计师的力量，往下路走一波。现在我们这大招不杀谁谁怀孕？我的天哪！能打过吗？哎，我漂亮！我现在在野区等于一个神。没插着，有点烦。哎，这鱼叉没插到，有点讨厌啊。还盯盯啥呀？啊，这还盯啥呀？这还有啥好盯的呢呀？这还有啥好盯的呢？那奥纳夫投降了吧？我盯了。